家下咧就喺呢个酒店嘅花园仔入边啦。今次住嘅呢间酒店咧，都系一栋文物嚟嘅。佢就系喺呢个苏州呢个好出名嘅窗门饭店入边嘅一间酒店啦。入边咧仲系保存住好多以前民国式嘅建筑，同佢自己有一个本来自己一个好细型、好细灵嘅园林仔喺度嘅。其實呢今次咧係我第二次嚟蘇州啦，但係其實係我第一次嚟絕症園嘅。啱都問過嗰啲司機啊，或者酒店嗰啲前台啊接待嘅，佢話蘇州園林睇絕症園就夠啦，其他地方可以唔去。絕症園先係蘇州園林嘅精髓。其實咧，我而家覺得咧，如果係我哋係早一個月到嚟呢度咧，呢度應該係靚到爆炸嘅。因為你睇到嗰啲樹咧，好多都變曬光篤篤噶，啲葉都甩得七七八八，而且今日嘅天氣咧就麻麻地咧，陰天多雲。其實如果係即係個天係有少少藍嘅話，我覺得呢度應該係會好睇好多。不過其實我又覺得咧，因為姑蘇。其實蘇州以前叫姑蘇啦，會唔會其實陰天這個地方才會或多或少咁樣顯得有啲詩情畫意呢？啱啱咧就聽到嗰啲導遊喺度介紹呢每一個區域嗰度嗰啲嘢咧，話佢就話家下後邊嗰嚿嘢叫滿載而歸啊，大龜搭細龜啊，大家你話睇下似唔似啦？我覺得其實唔知似乜鬼嘢啦。其实你话佢以前即系喺度住嗰个大官咧，嗰个清官咧，佢会觉得啲门咧，一个人住，就算俾你一家几啊口住咁大间屋，其实真系好鬼死闷，我觉得。然之后咪我屋企太细咧，理解唔到佢嗰啲有钱、超级有钱、劲有钱嗰啲人，究竟嗰间屋要几大先够嗰个理念。经嗰个总统府嗰度已经有石船，呢度仲有一只更加大嘅石船。睇嚟以前嗰啲人咧，间屋去到一定嘅规模咧，都系要整啲船喺屋企嘅。
家撮正完咧就快收档啦，因为家阵咧就系4:10啦。咁今次咧撮正完咧就走到行到咁上下啦。咁可能第日有机会再嚟慢慢行一行啦，因为呢度太大啦，一个钟其实都唔知系咁以轻轻叫做扫过下啫。好，撮正完，拜拜。蘇州的街景呢，個街道呢，我覺得其實很刺激啊，因為呢你可以覺得它是一個那些什麼江南水鄉那幾個古鎮的放大版。我家身處的地方是姑蘇區，它這裡那些樓呢都是限高的，充滿充滿著那種好像山水畫那種格調在這裡。我家下所处的地方咧，就系叫做山塘街，系呢、這个苏州城入边一条好出名嘅旧街区咯。我觉得咧入到嚟呢个山塘街，我第一感觉咧就系、是、好似行紧喺呢个西塘同埋嗰个周庄嗰边嗰啲咁嘅街仔咁。不过佢哋嗰度系要收钱，這个景区入边咧度人使钱。其實呢、這個蘇州咧就係、是、我第二次過嚟啦，其實兩次嚟嘅，即係對呢個地方嘅感覺都係差唔多，因為其實我都係純個人玩下嘅啫。呢個地方其實比嗰啲江南古鎮，佢係更加有嗰個江南嘅氣息。其實我家呢度都講過咧，叫姑蘇區，姑蘇慕容。唔係個名字，其實一聽落去都好似好犀利，即係好靚咁樣樣咯。佢呢度咧嗰啲屋仔咧，全部都係嗰啲白色嘅外立面啊，跟住灰色嘅牆啊。特別你喺高位嗰度望落去咧，即係好似喺我間房嗰度望過去咧，一片咁其實幾靚。咁如果其實我即係覺得，如果你係舊區呢度咧，你唔俾車行，唔俾咁多嗰啲電動嘅汽車啊之類成成嗰啲，反正就係汽車，你淨係得啲人喺度，叫佢哋著曬漢服咧，你可能覺得你家陣係翻去以前明清時代嗰陣時嘅，即係好有嗰種江南嗰種神韻嗰種 feel， 咧好有趣嘅。其實呢度好啦，咁就大概蘇州嘅 day one 咧就係咁上下啦。希望咁多位都中意段片啦，俾個 like 啊，轉發一下啦。仲有記得訂閱一下我嘅 channel 啦。好，今次就係咁先，睇下下一集再繼續。拜拜啦～